Melodyne Essential 音频编辑软件是随新版 Sonar 专业版和白金版免费附带的。Sonar 支持 ARA 音频随机访问，由 Ceremony 公司开发的全新强大的插件格式。Sonar 和 Melodyne 为用户提供最独一无二强大的音频编辑工具，多合一的无缝工具包。让我们来看看，在 Sonar 中使用 Melodyne Essential 非常简单快速。Ceremony 作为插件技术的先锋， ARA 技术的应运而生。我们来听听这个人声段落。When the world talks about perfect, they talk about you. I'm always so amazed at the things you do. 首先选择需要编辑的区域，就是像这样的范围。现在可以使用区域 FX 了，选择 Melodyne， 创建区域 FX， 该区域立即生成一个 Melodyne 区域 FX 文件，然后可以立即使用 Melodyne 的编辑工具进行编辑，它快速无缝且容易上手。这里可以看到 Melodyne 中显示着相同的波形文件，标记着实际音高的段落。我们再听一遍，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When the world talks about perfect, they talk about you. 这个文件是一个 Melodyne 区域 FX 文件，可以使用 Melodyne 的编辑工具。我们放大这个段落。有很多方法可以开始编辑，在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使用音高修正指令运用到整个段落，这样可抓取检测到的音高，调整所有的音符到主音上，看看这些音符它们优雅地移到了准确的音高位置。这就是 Melodyne 音高编辑的强大之处。此外还可以调整音高漂移，这是用于调整音高在时间轴上的稳定性。完成后点击确定，现在你的操作已确认，音高编辑生效了。来听听看。 When the world talks about perfect, they talk about you. 我们可能有一点创新的想法，我们来把这个音符作为例子，将它提高一个全音。When the world talks about perfect, they talk about you. 这只是对于 Melodyne 和 Sonar 的一个简单介绍。将这两个软件运用好，结合 ARA 技术和区域 FX 文件，可以为你的创作带去更多的惊喜。When the world talks about perfect, they talk about you.I'm always so amazed at the things you do.